巴拿马翡翠庄园以各种独特的咖啡豆闻名。今年八月，他们栽培的咖啡豆以1磅601美元打破纪录。这款拔得头筹的意季咖啡是从伊索比亚引进的。本来只是当作庄园的防风林，直到有人注意到它独特的风味后，才一炮而红。这款咖啡豆有着茉莉、荔枝、桃子等风味，这些风味非常少见。参与咖啡评分的 Mike Perry 说，意季咖啡的风味实在太令人疯狂了，跟其他咖啡豆比起来，这款真的是咖啡之王。